玩具 TV Special， 今日爆玩具都唔算系爆，因为原形不露，不乜嘢啊？老子登场，试版今日呢一个玩具节 Bandai Booth 有啲咩玩呢？除咗有一大堆你意想唔到嘅新产品会推出之外，今次小弟玩嘅CSM 电王腰带，咁如果大家有上 P Bandai 嘅话咧，都应该知道呢件嘢已经系可以订噶啦。咁喺未订之前，其实有啲咩嘢玩呢？最理想就自己上翻去呢一个网页嗰度睇，因为佢本身有成廿几只呢个音效 ，N 咁多只 BGM 同埋无数咁多对白嘅。不过我手头上呢一只 ，sorry， 冇任何声效住，只系一个彩色嘅试版。不过我都有機會攬下 ，anyway， 點都要玩下先噶啦。好，咁啊，循例講講啲咩嘢玩先啦。咁啊，首先，二魔神卡，當然係唔止一張啦。龜龜、金太郎、龍仔，仲有其他 brand 卡都有嘅。咁當你真係話有呢一個腰帶嗰陣時候，你又可以插咗落去。咁啊，有唔同嘅聲效，你當你撳掣嗰陣時候就會有噶啦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就講講條腰帶，可以鬆緊少少嘅，當然唔好鬆嗰啲古靈精怪部位啦。你本身已經可以睇到啲上色噶啦，劍 form、rod form、axe form、gun form 全部就喺曬度嘅。咁其實想講多少少，除咗呢四個形態。其實仲會有 wing form 嘅，咁但係呢一個我容後再講。仲有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 P Bandai 嗰個產品介紹嘅話咧，佢仲會有 Nega Tartaros 呢個係比較少機會接觸嘅，同埋竟然呢條腰帶係可以夾埋呢一個 G 電王嚟玩，呢招真係絕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見埋攞一個身啦。基本上哇轉多次 ，OK， 好啦。外观大致上就咁多，咁真系要玩。原则上我当呢一个系有声效嘅，点玩呢？咁啊，开播入卡。望咩望？唔识个老子啊！老子参上。跟住咁啊，除咗呢一扎嘢之外咧，啊呢、這个真系有样嘢要玩一玩。好型啊！嗱，除咗呢四个电王之外，大家都见到呢个 K Taros。咁如果大家系中意玩电王嘅话，都知道 K Taros 个作用就有三个嘅：第一 Climax Form， 第二超。Climax form， 第三 Linear form， 咁嗱都讲一讲个电话先。阿伟，系夜少少翻阿老婆，系，好好拜拜。嗱，当然就唔可以当电话咁用啦。咁其实本身净系单独呢一个 K Taros 有啲咩玩呢？佢亦都本身已经有唔少嘅音效。当然呢、這个一样系冇音效俾你试嘅。咁我大致上都讲翻，可以喺翻呢啲掣嗰度。撳翻佢唔同嘅音效啦，咁另外就有啲組合，譬如話654電話、987電話、321電話，就會有唔同嘅聲效，即係都係由翻當其時即係負責呢一個二魔神嗰四位嘅唔咧。好，變超電王第一件事，拆蓋，望翻啦。其實呢度原本平噶嚇，呢度個扣再扣埋去。當其時，如果你咁樣拍埋去嘅話咧，就會有一系列嘅聲效，就係、是、變身嘅聲效嘅。咁有呢一個 Linear Form、Climax Form 同超 Climax Form， 咁到其實你撳翻唔同嘅掣咧，就會有唔同嘅二魔神嘅聲效噶啦。其实最好玩系咩？就系抌嘢嗰一下，真系老子参上。好，咁啊，今日
未玩完嘅，仲有嘢玩。睇埋拆先，拆都好簡單嘅啫，掹佢呢邊先，再拆翻呢一個出嚟，搞掂噶啦。因為其實講多少少，本身其實你撳呢啲掣咧，佢會有啲連動咧，變咗有好多唔同嘅古靈精怪嘢玩嘅。咁跟住拍埋，搞掂。有樣嘢我真係想吐槽講一講嘅咧，我真係幾中意 G 電王，因為 G 電王佢將我好討厭嘅兩個拉打其中一個打到佢不似人形，即係呢個 DN 點樣俾佢嚼咧，所以令到我係自己本身我係好中意呢一個 G 電王。咁啊，故事我諗大家即係有睇呢個劇場版，我就唔多講噶啦。咁但係今次即係買一條腰帶，有咁多配件咧，其實都真係玩得過。咁啊，同樣地。剛才我拆了個蓋的了，那你只需要在這裡吸回上去了。其實你看這裡有兩個掣的，當你變身的時候按呢，其實就都是觸動回這裡的位置，很簡單，拍埋下去搞定，那就成為 G 電王了。這個也很重要，人工的二魔神這個是首個，而且真可以將這個 DN 打到落花流水，所以這一集我覺得是非常好看的。那很清楚這個人工二魔神的樣子，另外裡面當然可以拆卡，還有它的徽章 logo。 好了， You are under arrest，跟住反轉，這個不用什麼姿勢就這樣站在那裡，沒記錯的話。今天玩住這麼多先，轉頭有沒有轉頭呢？其實導演轉不轉頭我都不知道了，總之就大家記住來這個動漫節看一看 Bandai 的 booth， 探探我們玩具 TV。 今次的直播玩住這麼多先，是這樣。